各位维新圣教各分师道场住持法师讲师及所有神职人员同修当下癸卯二月二龙抬头护坛台湾维新世界和平促进会李监事代表及中华民族联合祭祖总会李监事代表维新圣教幻变学院住持圆中禅师及所有诵经法师代表及各位维新圣教易经大学所有法师讲师显示同修代表阿弥陀佛癸卯二月二龙抬头到现在已经三十四坛了三十四坛来台湾的气候还是温和可惜雨露稍微少了一点所以在最近几坛我们一直在祈祷万仙万佛顾台湾风调雨顺国泰民安最后大法会终于在昨天戌时晚上七点多开始在禅机山仙佛寺辖内百里普降甘霖将会解除台湾的旱象我们唯愿万仙万佛慈悲施雨露能够大地春回众生五谷丰登这是我们修行者的心念和我们修行的目的世间最重要的就是要有雨露没有雨露旱象都来了那你任你百般的应变也无可奈何所以今天雨露已经充满了大地旱象开始解除各位维新贤士同修在过去四十年来每当旱象来了大地所有众生都在慌张在祈雨无奈的时候大罗金仙王禅老祖就开示换老祖来演化神通力来解除这个旱象四十年来都非常的圆满所以才有王禅老祖玄妙真经所开示的
巍巍道气高，顺风骤雨湿雨露。啊，即可以理解。啊，我们要化解消灾化解一部经，就是王禅老祖《玄妙真经》，大家都诵，汉相会解除，啊，世间也会更加和谐。所以我们来世间上修行，少不了风、水、光，没有空气的对流，万物凋零；没有水的滋润，大地没有生命；没有光的普照，众生没有生命。所以风水光是王禅老祖再度导教慈航积极来弘法利生，就是风水光。所以今天本维心圣教尊天华子二月二龙抬头，万仙万佛顾台湾的大法会，已经34坛了，各位护坛法师、贤士代表，你们都很辛苦，祈愿呢，龙天护法保护苍生，化解干戈习战争，意愿人心相疼爱。同祈世界永和平，以为本愿呐、啊！祝福各位，阿弥陀佛。各位维新圣教，各分寺道场住持法师、讲师，甚至人人同修。据当下法会坛上，维新世界和平促进会李监事代表及联合祭祖总会李监事代表及法会坛上维新圣教幻变学院圆松禅师院长及所有幻贝法师和会众等，阿弥陀佛。山雨蒙蒙，路途充满的泥泞，一直往上爬。二月二龙抬头，台湾平安，奉请万仙万佛光降台湾，护念台湾平安。已经36坛，坛坛圆满，我们唯愿坛上的中华民族919位天主帝王、总统、总理、诸圣灵，唯愿中华民族156155姓氏诸祖灵，即3762次大小战争王室军民怨灵，尤其
三七六二次大小战争最后一谈，金门八二三炮战，汪曙、军民、彦宁、侯会众等，都已经汇集在禅机山维新圣殿。啊，端坐莲台，听经闻法，受纳祭拜和供养。唯愿坛上列祖列宗诸祖灵欢喜信受，心开意解，顿悟无生华人之大道。速速随王禅老祖，随万仙万佛，回归天上世界，构筑成就佛国耶。这是我们深涵的目的。地球只有一个，台湾也只有一个，但是台湾的啊，法传再道充满着无限的希望和生机，所以今天癸卯年二月二龙抬头，维新弟子活会众等很全心的奉请恭迎万仙万佛故台湾的法会，祈愿龙天护法保苍生，化解干戈惜战争，亦愿人心相疼爱，同体世界永和平啊，以为本愿。今日已经三十六坛了，三十六天罡也同时光降祝福故台湾，祈愿呢海峡两岸中华三族儿女能够心连心，手牵手，共创两岸天下一家亲啊，以为本愿。祝福各位，阿弥陀佛。各位维新圣教各分支道场住持法师，神职人员同修，即二月二龙抬头恭迎万仙万佛故台湾大法会，世界和平促进会李建士代表，中华民族联合祭祖大典李建士代表，啊，及维新圣教幻变学院啊院长及所带领的幻变法师同修代表，当下易经大学啊护坛的同修弟子侯会众等，阿弥陀佛。二月二龙抬头恭迎万仙万佛
光降台湾，固台湾。啊，当下天公出巡，啊，快乐出航，由地球五大洲，现在已经也过三年了。啊，天公出巡，也是这个台湾，因为世界和平灯塔在台湾，所以天公出巡，啊，由五大洲，现在已经到非洲了。也会见到上帝阿拉，表达台湾是世界和平灯塔的发祥地，在台湾，所以我们维新帝主尊天皇子。啊，恭迎王禅老祖及开天九大菩萨光降台湾，光降坛城，共守台湾的平安。所以王禅老祖勉励各位维新弟子，仍然要本着为国修道、为人类来祈福而修一切圣法。黄山老祖开示我们，要做到让万千万佛也一起来顾台湾，啊，这个修行的法仪，我们大家本着老祖所开示的法仪，一步一脚印，不要急，啊，一步一脚印，慢慢的静心用心来祈祷。万千万佛顾台湾，台湾一定会得到万千万佛的护念，而得到平安啊，这一点，今天在天公出巡，已经到非洲了，给我们的勉励，希望我们大家都能尽心尽力，尽量做到天地无我，即是金刚妙心的上圣心法。祝福各位，大家平安，大家幸福，阿弥陀佛。各位维新圣教，各弘誓道场住持、法师、神子人人同修，即当下法会坛上，世界和平促进会李监事代表，维新圣教幻变学院院长圆中禅师所带领的幻变法师及护坛的所有神圣同修，阿弥陀佛！今日今时，2月2日龙抬头，恭迎万千万佛顾台湾大法会。已经迈入38坛的圆满了。回顾在
前天开始三年前提供出损五大洲大法会，现在天公写告非洲，非洲满天下的居民，绵阳两界都非常的辛苦，同时地球上的有缘众生，各种的苦各有不同。非洲现在所面临的就是饥饿的问题，所以老祖大慈大悲，要我们在这个礼拜天要深谈普度普施灾窜，普度秦岭的大法会，在显佛寺维持圣殿前的广场，法仪已经公布好了。我们希望普天下的地球人类众生都是天下一家亲，我们本着礼应大同篇所开示的人逆己逆的原则，我们要在这个礼拜天下午的未时，在维新圣殿前供养十二桌，每一桌都有十二道豆粒的干粮，然后依照宗教的法仪来供养，由维新世界和平促进会会有李建士代表互谈这件事情。三天来天公出巡，龙天护法非常的重视，王禅老祖也非常的重视，所以我带着维新贤士胡慧众等都会很尽心尽力的来圆满，我愿万千万佛能够理解我们所做的普天下苍生天下一家亲，台湾的平安是世界人类的共同平安，台湾的和谐是世界人类共同的和谐，所以勉励我们维新圣教的各位维新弟子，大家要尽心尽力，本着天地无我金刚妙心，有始有终。今天特此向各位宣布这个法会的法仪，我们希望祈愿
龙天护法保护苍生，化解干戈徐战争。一愿人心相疼爱，同气世界永和平啊！哈拉开开，沙拉沙拉多拉要沙卡水，亚拉哈拉多拉要沙拉多拉都要水，阿拉多拉都要水，呼拉哈拉呼拉啊，沙拉多拉多拉多拉要水做水，亚拉哈拉多拉要水和水水做水啊水，还看这个要水做，可以讲修的还亚拉哈拉多拉要水做水。啊！祝福各位，大家辛苦了，阿弥陀佛。啊！世世代万里兵，愿我心中妙地生。各位。为今圣教，各分寺道场住持、法师、讲师、神职人员同修，及当下2月2龙抬头护坛之台湾世界和平促进会。李建士代表，即维新圣教中华民族联合祭祖董会李建士代表，当下维新圣教幻贝学院严嵩院长暨夫人所带领幻贝法师。诵经师和会众等，即所有护坛贤士同修代表，阿弥陀佛。天下一家亲，是王禅老祖道驾慈航啊，以开天九大菩萨共同的本愿。天下一家亲，要做到天下一家亲，是不容易的事情。但是只要我们有信念、信心和用智慧，天下一家亲就不困难。所以王禅老祖勉励维新贤士同修弟子们，本着为国修道、为民祈福、天下一家亲为修行的宗旨和目标，一路走来大家很辛苦，但是大家都依止王禅老祖大而今天王禅老祖的圣誉，我们都很努力的在修、在学、在行。到了今年癸卯年2月2龙抬头，恭迎万仙万佛顾台湾，这个也是维新圣教所有贤士同修修行的课题和方向。一路走来虽然很辛苦，但是我们都充满的华喜，尤其3年前天宫出巡快乐出版五大洲，现在绕到非洲，遍地饥民饥饿的民众和灵魂界都在苦哈哈，
所以天公出巡就交代我们要在明天下午未时在仙佛寺维新圣殿总坛前面准备供养小师，由幻贝学院严嵩院长带领的诵经法师啊，以宗教法仪施食转化到地球的另一方非洲，啊，能够仰仗天威，仰仗七十二天师，仰仗五百罗汉尊者，仰仗万仙万佛的大慈大悲，而将明天要供养的法师来转化到非洲，祈愿做到人力己力，天下一家亲，是我们共同的本愿。唯愿各位维新贤士同修，明天下午未时开始深谈之后，大家也能够来护持这个法会，共转天下太平，天下一家亲的法仪，功德无量啊！我透视在今天转告这个讯息给各位维新贤士同修，祝福各位大家功德圆满，祝福各位阿弥陀佛。各位维新圣教各分寺道场住持法师讲师及所有神职人员及当下二月二龙抬头恭迎万仙万佛故台湾大法会坛上维新圣教幻贝学院严嵩禅师院长及夫人带领的所有的幻贝法师及维新世界和平促进会李监事代表和会众等，阿弥陀佛。阴阳日月最长生，可惜天理难分明。若有真圣鬼谷子，一出天下定太平。自从王禅老祖民国七十一年六月十九日倒驾慈航，到现在整整四十年的岁月，老祖倒驾慈航的一大恩典，就是为天下太平而倒驾慈航。借由台湾祖师，先来台湾，故台湾
然后建设二分之一的净土，二分之一就由王禅老祖倒驾慈航来建设这一块净土。台湾的净土在四十年来是农工商百业都有明显的进步和改善，四就是文化，中华文化悠悠岁月五千年，在多次的变革差一点就被全部毁灭，还好在郑成功的时候就有先见之明，天意让郑成功将文化带到台湾来，保存了一部分。到民国来蒋介石肩负的天命将中华文化再转到台湾来，到了蒋介石之后台湾和大陆充满了敌对，这是天魔在作祟，才造成两岸的对立。今日今时，王禅老祖应台湾祖师的慈悲请王禅老祖倒驾慈航一大事，为天下太平而倒驾慈航，所以在台湾建立了一块净土，开始由士农工商，由士就是文化，将中华文化在台湾发扬王禅老祖的中华文化是《易经》、风水和宗教，这是超越性的文化，所以王禅老祖四十年来一步一脚印的在台湾广收门徒，广收弟子，共同来弘扬中华文化、易经、风水和宗教，落实家家户户平安，人人身心健康建设台湾为一块净土。尤其在台湾四十年来万教齐发是在建设台湾成为一块的人间净土，和极乐世界佛净土相辉映。一路走来宏源带各位大家一起来努力建设台湾，这是我们的天命，我们的任务。所以老祖四十年来极力的在弘扬易经风水和宗教的文化，唯独超越性的文化人间才能成为一块净土才能与西方极乐世界佛净土。所以今天已经四十年整了，台湾的
文化基础、净土的基础也已经建设一个阶段，所以才在今年的2月2日，龙台祖恭迎万仙万佛降台湾来顾台湾，顾这一块净土，世界要和平，天下要太平，一定要先顾好、建设好台湾这一块净土。所以今天我们万千万佛顾台湾呢，哎，我们维新圣教的所有弟子，都以虔诚的心来恭迎万千万佛，顾台湾降台湾，唯愿全国人民，同胞们大家一起建设人间净土啊！这样的话，世界和平，天下就能太平了。这是我们大家共同的本愿。祝福各位，阿弥陀佛。各位维新圣教，各分寺道场住持、法师、讲师、神职人员、同修，即当下2月2日龙抬头，万千万佛顾台湾大法会护坛。台湾世界和平促进会李建士代表，及维新圣教幻贝学院严嵩院长与夫人及所有的幻贝法师，所有护坛同修，阿弥陀佛。今日今时，新弘大帝普降甘霖，万仙万佛光降台湾，故台湾大法会。今天我们首先要向万仙万佛报告禀报，台湾是一块宝岛，人间净土在台湾。台湾在这几年来，仰仗风水雷电四大天王的护佑加持，使台湾风调雨顺，五谷丰登。所以台湾的农业，在这几年来非常的平稳，物产农业非常的丰富，全民丰衣足食，所以我们要感谢诸天圣神活菩萨，感谢风水雷电四大天尊的护佑，才有今天的台湾。我们以丰衣足食、五谷丰登来形容，台湾是一块人间净土，与极乐世界佛净土皆得相辉映。所以我们这个大法会，呈现台湾是一块宝岛，是一块净土，万千万佛光降台湾，
在忽悠台湾啊，能够五谷丰登、风调雨顺啊，百业皆得兴化。所以四农工商啊，昨天我们讲到是中华文化、易经、风水和宗教，在维新圣教在台湾发扬中华文化五千年来最兴盛的中华文化复兴在当下。第二呢，就是农业，农业就是我们目前台湾的农业，精致农业虽然土地不大，但是农业发明研究者都能够尽心尽力尽其所能啊，创造农业奇迹啊，这个是台湾人民啊要感恩的。所以我们大家要感恩万千万佛以外，要感恩风水雷电四大天王啊，来护佑台湾的平安啊。今天呢我们继续深谈，由幻贝法师恭送维新圣教三十三经来供养万千万佛，还供养我们中华民族919位天主帝王总统总理朱建林，还有供养中华民族15615姓氏列祖列宗朱祖灵，以及供养十方法界三界万灵及5000年来3762次大小战争王室军民怨灵，皆得在空界能够保持啊水火往生，成就西方极乐世界佛净土，以为本愿啊。祝福各位大家平安，祝福各位幸福快乐，阿弥陀佛啊。